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有看到我画面吗？然后等大家进来的时候，我再开始吧。好，那这个大家看标题就应该知道我今天要干嘛吧？今天就是要来下下五子棋。对，没错，那这一款是非常特别的五子棋。那它有多特别呢？如果你赢了电脑的话，你就可以得到92万的人民币奖金。但是好像如果说它有一个规定，就是你让电脑先上的话，它就是你一定不会赢。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挑战，究竟有没有可能赢呢？我刚才也下了一下，大概先试玩一下，真的好难赢啊。我就想说，之前我跟别人玩的时候，我好像都是先下五子棋的那一个人，可是没想到先下五子棋的那个人是这么吃香感觉电脑先下的人都是比较吃香一点点的。好，然后背景音乐会太大声吗？对，那哪边下载呢？你可以在聊天室，应该说我们这个直播有下面有一个连那个详细资料展开就会有那个游戏的下载了。对，安安第一次看直播 ，Hello， 这都只能平手。我觉得如果平手的话就很厉害了。好，我该要研究一个打法，对，他一定会先下，然后我来下了，先下一个地方，因为他真的很阴险。你看哦，假设我下这，他一定会下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是一个必胜的法则，你们大家看。我觉得有没有这三角黄金三角出来了，就代表说他要赢了。然后我再继续下我的，有没有？他会挡，他开始挡了。好，接下来呢，我先来乱他一下好了。他之后可能会依照这个黄金三角去做更多的衍生。好，我们这边就先这个先等一下，我们先留到最后。我们现在坏他的局，比如说他在这边先挡一下他。好，那这边开始做攻势了。好，有没有这边又一个公式？他突然会用这样子去吊你，然后你就一定得下这里。通常跟电脑玩最大的感觉就是一直被压着打，对，所以我们这边只能这样子下。好，你看这边又是四个了，所以我们这边只能下这里。好，这三个的话，你就看你要怎么下。下这边的话，可能就比较靠近主战区。可是这边就有点偏了，我想想看，还是下这好了，这可以挡这边。好，你看这个就是，哇，他感觉快赢了。想想看，可以学电脑行动，不行，因为他先下，所以他一定会就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优势。啊，就这样下好了，然后再斩，换我们打他了，应该可以吧？三四，五颗，这就逼你一定要照着他的规则走，很强硬的人。你看这有五颗，太夸张了吧？三五，这边你一定得下这。强硬的人，你看这有五了，到底为什么哪来可以这么多五啊？哦，这个四，那我就只能下这了。你看活四，好扯哦！哇，下到这边已经尽力了，33步，最高的。网络有教怎么破解这个东西，不过你看那个东西就不浪漫了啊。哇，输了！哇，他五颗了啦，太难了。好，那一定有人很好奇，说我们先下会怎么样？来试试看。来，我们先那个，你看，他挡了，黄金三角先出来好了。他先挡了。你先下，他就会计算比较久，应该吧？黄金三角出来了。
哎，在干嘛？好，来点强硬的喽，拎下这啊！他在考虑什么？然后就不会下了耶。接下来就，哇，他一定也是要先挡这了。那我接下来要怎么下会比较好？刚刚可以赢的，真的吗？哎，很简单，我已经过了，钱包哪边领就对了。他应该是那个吧，乱唬烂你的吧？下这好了。无脑封死吗？无脑，他那个好，我等一下用无脑封死看看。没有进三三四四的情况，很早就被验证是先手必胜了。我想也是啦，可是我小时候就是认为，哎，好像都是有机会可以翻盘的，人定胜天的感觉。好，那。好，那不然我们就先下，那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赢了吧，对不对？应该有吧。今天要直播地狱吗？应该没有吧，玩这个而已。我觉得玩这个不错啊。然后当兵就是会脑袋空空，我们要出来训练一下脑袋。感觉我下得很烂欸，这一次。不行啊，应该是下这吧。想干嘛？那我就这样。好，噔噔噔噔噔，下这还是这？这好了，这比较火。嗯，他想干嘛？啊，居然输了！可以开镜头吗？今天没有要开啊！可恶，哎，再一次，中间，不行不行，这一场我都认真下，好不好？因为我之前玩的方法，其实我没有学过五子棋，所以就也不一定就是会赢。嗯，哇，被封死了耶！只能自己制造路了，要不然挡他一下好了。嘿。算多久啊？哦，又想玩我了，到底想干嘛？先来一下，然后这里吗？还是这里？这里好了，他一定得挡这啊。好，然后在哪里好呢？吊他一下好了，我们等一下，我们先放这，然后他没有注意到的话，我们再放这，应该吧，随便了。我想看应该怎么下，我们应该更奸诈一点的，放这吗？先想好几步，那我就先放这好了。哦，他活死了。哎呦，好烦哦！收架喽，算太久了。真的很难欸，你们自己去玩看就知道了。嗯，很心机欸，下这。先下这好了，
这一局在干嘛啦？看聊天室给的建议。好，那我就这一场就是都听你们建议，看可不可以过好了，好不好？好，先等我一下。好，我先上第一手，前面我就先下啊，然后再等你们的建议。乌兹奇不是要狂跟吗？真的吗？三四，先手只要能下双活山，那么先手必胜，因为你永远会少一手棋。哦，so that's it。哇，他挡这也是蛮聪明的哎。所以说，你只要先下，然后你还输，不是很笨吗？不是很笨，就是不会下的意思吗？三颗四，好，我要进攻一下了，我要进攻了，不管他了。四，他是四颗嘛？一定得挡哎、欸，真讨厌。好凶哦，他打得好凶哦。一二三，那我挡这好了。哦哟，他干嘛下那？等一下，我调一下。哦。我的内容直播内容好像调到了那个缓冲，没有，应该调缓冲低点的，这样你们的讯息比较及时。都找不到好像没办法调了，好吧。反正都不会赢的游戏好累哦，心好累哦。当完兵了，目前是当完兵哦，所以才有办法开这个什么东西的。我看一下啊，这次换计算机先好了，反正会赢吗？该赢了，真的假的？可恶，我是怎样？这算很快。掉他！哦，完蛋了，被掉了。有人说一直赌他就好了，那我赌咯。输了，好，我一直赌他，我一直赌他，看到什么赌什么，全部赌起来。还是输了。啊，再赌一次，防赌失败。在干嘛？又输了。
90万你掉电脑先？对啊，这根本不可能吧？今天直播就开到这咯。4颗5颗，哎、欸，下这，哇，又输了。我先看看好了，我要赢他，我要赢他。等我一下哦，总该赢一次吧？90万人民币是多少台币？不知道哎、欸。这电脑可以玩，手机可以吗？我不知道，我目前是用电脑玩的。安安 ，Hello Hello， 黑棋必胜。原来他是要跟你讲这个道理啊。安安安安，下哪里好啊？这好了，他应该下这吧？背棋谱吧。真要背吗？想到要背东西就好痛苦啊！三个，所以我要赌他一下，在这吗？还是这？还是不理他？不理他好像不行哎、欸。打这打到早上，应该是不会啦。打这还打到早上，也太蠢了吧！我只想随便玩一玩而已。作弊方法：开两个，看黑的下哪里就下哪里。哦，好聪明哦！哇，电脑聪明，可是人比电脑更聪明。然后我要下哪？下这好了。哎，感觉是不是要赢了？哎。要赢了吗？五个哦哦，我看到五个了，在这、啊。不会吧？他要赢了！哇，在这哎，好心机哦，好猛哦！哇，天哪！前起手已经可以做出双活，来，我要做双活，我要做双活，为什么一直输啊？对啊，这没有分难度啊。对啊，禁止使用双火山。难怪我之前就玩那个风之谷，不是有那个吗？不是有五子棋可以下吗？然后我想说，哎，为什么一直不让我下双火山？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没想到是这种原因啊。每次都下双火山。对啊，他很厉害。下四颗，哎、欸，这是不是跟刚才的棋差不多啊？不行，这一次要改变一下了。先做火山不被发现就赢哦，可是他是电脑嘿、欸、电脑什么东西都会发现的啊，又不是人，还可以跟他讲说，哎、欸、你看那边有飞机飞过去，然后就是趁机做一些小动作，可是这是电脑哎、欸、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他是不是又想干嘛？我下车好了。三是一定要赌啊，切他中路，切过去。你玩围棋啦？我不会玩围棋啊，我围棋只会乱玩。他在干嘛下这啊？下这什么阴谋？下这个是下这边是怎样？好，我想想看，那我就下这吧。
应该没问题吧？他干嘛？有五颗，哇！我要输了。就一直活三死四就赢了啊！活三，好，我试试看好了。活三到这吧。活三，我活三了耶！好，活三死四。有人说一直活三十次就好了，可是好难欸。我用27步赢了，好厉害啊！活三十次，来，又是一个活三，他应该下这吧？哦，他活三。然后呢？下这吧。为何不问问神奇燕轩呢？好啊，赶快给我灵感，那我就可以赢了。活三，哪边还有活三啊？活三，活三，活三。没有活山要自己制造欸，他下这我就先赌一下好了，他下这到底干嘛？一定有什么阴谋，可恶，找不出来，下这好了，是因为打地狱吗？应该不会吧。啊，他又这样了啦，谁可以管管他啊？他干嘛要下这？活三死四，下一七上 ，I 七。我先持续下十四好了。哎，我以为我是白的，下错了，我下错棋子了。哇，他真的很阴险欸。7L， 我要输了。欸，不可能吧，我之前五子棋还蛮有自信的欸。好，活三赢了，活三赢了四颗，活三十四，然后哦，输了。别忘了，不能一直想赢，要有输才有赢。讲什么？哇，他开始进攻了耶。
嗯，他干嘛下这？他等下下这他就赢了、啊，对不对？所以我就先下这好了。太扯了吧，这样都可以赢。用电脑跟电脑打，黑子会赢。要怎么调电脑跟电脑打？规则越简单越难下，对啊。可恶。还有黄金三角，哎，好酷哦！那我来制造火山。别乱下，要冷静慢慢想。好，我一直都很冷静啊，我一直都很冷静啊。啾啾鞋，哎，是真的啾啾鞋吗？居然是啾啾鞋 ，Hello， 只有拿黑棋赢过，那也很强啊，我都没有赢过，现在在努力，哎，应该下这吧？哇，我觉得我要输了，大势已去了，现在换他主导权了，哎，他很恐怖哎，他一拿到主导权就。整个疯掉了，他现在就疯狂进攻。等等等等，哎，我被打得满头包了，哇天哪，哇这个他赢了吧？我觉得活着好痛苦哦，为什么玩这种游戏啊？为什么赢不了？左右左右左右下去，那是什么？什么奇怪的舞蹈吗？好，火山，电脑一拿到权力就嚣张啊！对啊，很过分呢，就是。都不懂人情世故哎，留做人要留后路给人家，让人家之后才会请你吃饭啊。他下次要干嘛？你又是有什么阴谋？可是我看不出来啊，他到底下次要干嘛？真的看不出来。太笨了吗？天哪，我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B 没有用啊！下车好了。哦呦，他要开始了啦！谁可以阻止他一下？哦，完蛋了，完蛋的感觉。哎，下这。死掉了！不行不行，认真，不理他。不管有多少钱，重点是你赢不了。好烦啊！一直被虐，从我小学的时候。很少输哎、欸，
现在是怎么回事了？老了就一直被虐，好烦哦！今天露着他下的地方下，好，我会尽量的。你下边缘电脑，还以为你是边缘人跟你玩，一个人玩这真的很边缘呢。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的话，哇，他要进攻了。他是不是每次都做这种事情啊？那我要来做自己的事了。我双火山欸，可是没有用，他是。别挣扎了。我输了。欸，我明明双火山，你刚才不是有人说双火山就赢了吗？好烦啊！威胁电脑，他不会理你啦，除非就是他赖皮，就是他要输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桌子给翻掉，他说不准玩，现在不准下之类的。快下！只要一直主导攻击权就好啦，我也很想啊，谁不想主导？先下再说。哎呦，他想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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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样啊！哎呦，好烦哦！哎呦，他很烦欸。我会记住一个口诀，就是敌方有山就一定要先下，有三颗连在一起就一定要先下。算那么久，好，你可以乱下误导电脑，然后再进攻，最好是他就下他自己，他就不理你了，好不好？然后你不要以为他是攻击，因为电脑都是边攻击边防御的。边攻击边防御，我也好想要有这种技能哦。会实况麦快吗？之后吧。我们今天是要先赢啦，先赢啦，好不好？没有赢就不睡觉哦。我想我应该不用睡了。玩这个不用赢，电脑会玩的你不要不要的。玩这个。玩这个呆呆的过去就好了，哈？来，哎，我变聪明了哦。吴志奇就被证明过黑子必胜了，可是我是黑子哎，现在我是黑子哎，我没有赢过哎。好，哎，他有一个三哦，所以我应该挡对不对？但是叛逆的我。还是要挡一下，只是我想说要挡哪里，挡这里。嗯，他向那边又想干嘛？哎，这不行啊！每次都这么心机，跟心机的人相处很累耶。哎，他想干嘛？想放弃吗？哇，他又赢了啦！为什么？我不理他了啊！好啊，大家都不要当朋友啊！哦哟，我随便下好了。嗯，潘英也知道要。不要开两个视窗玩啦，这样就是失去了人生的浪漫了，你们知道吗？浪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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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现在
我原本想说我现在主导咯，没想到他哦，我应该冷静一点，对不对？随便下。是藤原卓，藤原卓伟是这样念吗？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好难念哦。你现在你看你玩什么的时候都可以边攻击边表演，你玩久了一定会有预感的啊！我支持你。好，我们失败这么多次，总有一次该是赢了吧？该赢了吧？对不对？该赢了吧？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他在进攻吗？还是他在防御？有点搞不清楚他想干嘛了。他到底想干嘛？算了，先断他好了。随便点开会点到赢。不能抱着这种心态，我们玩游戏就是要认真。哦哟，不要，他又在进攻了啦！你看，这种人哦，这种人得劳得劳，那句话怎么讲？反正就是要劳过别人啦，好不好？这样很痛苦哎。得劳且出，得什么？那句话到底怎么讲？得劳且处且劳人还是什么的？忘记了啦。哦哟，当兵真的当到智障了，变智障了。要摆这吗？还是摆这？摆这？摆这好了。哦哦哦，大概有一个特效的声音，我该不要赢了吧？当我没讲好了。得劳人处且劳人，对啊，大家懂我意思哦。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所以把电脑揍晕吧。其实你要跟电脑一样的思考逻辑，好难哦。天哪，太难了啦！电脑不想让你赢，对啊。当兵当到熟语，整个顺序错乱。相信我，你们去当兵也会一样的感觉的啦。哦，没当过兵的就签下去，为国军服务。那个体验一下，我记得五子棋有一个公式是先手必胜，对啊，我真是就是正在体验这种生活啊，被虐的生活。嗯，这个就想干嘛？随便下了。哎，我刚才随便下还下的蛮厉害的，我觉得。哎，有哦，这次有了哦，有了吗？有了吗？要赢了吗？该赢了吧？是不是该赢了？会变新人签下去。真的，请听我的一句话，不要签。哎、欸，他很心机耶，下这里不是说好要让一下的吗？让一下，我请你喝饮料啊，拜托啦。拜托啊！进攻喽！我现在在进攻哎，大家发现到我优势吗？进攻，进攻！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持续进攻中哦，现在很猛哦。今天的我没有极限哦。这电脑好难相处，对啊，现实中这种人一定会被打的。下棋下到打人，哪边还有火山啊？
没活三了。当初当兵的时候也一直叫我签下去，他们签了又会有那个介绍费啊，所以才叫你签啊。认真，现在要下哪？下马威。现在该下哪好呢？他好多路哦，他现在好多路的感觉。现在感觉走哪边都可以，它的路很广哎，这个路真的很广。对，81 H7 这里哦 ，HB 没有 HB 啊 ，HB 是那个吧？81。HB 是那个笔吧？81，有哎、欸、哎、欸，你帮我找到路了哎、欸，你人真好哎、欸。19左是什么意思？没有19啊。哦哦，有哎、欸，有81哎、欸、哎、欸，有八。哎、欸，等下，我在胡言乱语，我的粉笔又断水了，只是从昨天断水到现在。19左在哪里啊？我太笨了吗？F9 在哪 ？F9， 我是不是要赢了？对不对？该赢了吗 ？F9， 哎、欸，对，可以活三。哦，不行啊，活的四啊。我要毁棋。哦 ，AK 毁棋耶，太好了。哎、欸，我赢了耶。19是子棋啦，哦，没有啦，我刚才那个，哦哟，很烦欸，你们可以跟我讲说19，欸，你为什么要讲19啊？8D 就能封他，好，我遇到困难再问你们，好不好？棋手回大丈夫吗？我不是大丈夫啊，我只是想要赢而已啊。哎、欸，这个心机，很心机哎、欸！我要进攻哦。哇，换他进攻了，不要这样啊，大哥，当个朋友，换我了吧。哎、欸，下这里想干嘛？哇，他挡住我了，走开啦。噔噔噔！又输了，真的是不能一次，只要让他一直压在上面的话，我们就输了啊！不能被他们压着打，压一次就输了。起手。毁棋小女子，刚才那一场要赢的说，对啊，可以睡觉的说，这现在也不能睡。五子棋的套路很少，好，最好的套路就是拿起你坐的板凳往敌方的。头砸过去，这样你就赢了。没有啦，我乱讲的。不要学，对。哎呦，好凶哦！他开始凶了，凶。很凶，受不了。怎么治他？哎、欸，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大家要下哪 ？H7 下过了。我想数字是棋子上面的数字。哦、，so that's it。你们可以讲数字后面。
我怎么觉得我要输了？我现在要输了吗？还是我应该要下哪？可以连按两次会下两颗棋，真的假的？谈到恼羞了。你可以先试试看盘成三乘三的 X 型，三乘三，好难哦！三乘三的 X 型怎么排啊 ？X 型三乘三，一二三，所以是这样吗？哦，要不然就是二乘二的正方形，两个都还不错用，等一下来试试看。J6 1A J6 J6，哦对耶，他快，不对啊，不能 J6 啊，哦 J6 是这，只能挡了，对不对？12下面双活三，12下面双活三，12是谁的棋子啊？他的吗？12下面双活三，12下面双活三，哪边双活三？反正挡这边就对了。M3 不错 ，M3 不错，好远哦 ！M3 真的假的？这么远 ？M3 太远了。先手必胜，没有啊，我现在是先手啊，可是没有赢过的先手而已啊。哎，他下那边要干嘛？换我了，换我进攻了。我要下哪？我现在下哪 ？L2 不要一直抢那边啦。J6 下过了，24下。这吗？啊，对耶，他四颗了耶。1A 更不错，1A 靠气势，没有气势啊。I5 也不错哎，可是他这样下下去的时候，他就那个啦，他就四颗啦，还是下这好了、啊，下这最好，等一下我就可以做四颗了。K7 真的假的 ？K7 为什么 K7？ 怎么大家讲的都不一样？二四下，二四上，最好是二四上啊！二四上可以吗？二四上也可以哎、欸。二四下，我觉得二四上比较好，我等一下可以做一波进攻。5颗，哇，我输了。I7 C4 不错，可以把电脑炸了。已经没有想要下棋了吧？你们真的是想炸人了呀！完了，为什么又非常进攻啦、啊？搞什么、啊？他又下这了。看一下，这应该就赢了吧？我挡他。为什么我都没有机会可以进攻啊？好讨厌哦！该有提到就是先用 X 或者是先用方形，试试看。可是他就不让你用方形啊！都要出 I 八了，还 I 五。好，我用了四颗咯，四颗是我的基石，他就会怕了，是不是？进攻的趋势啊，哇，这个绝对是
获胜指日可待啊。哎，居然下那里，你想要羞辱我吗？三哥，我应该先下这吗？又想进攻，可恶！嗯，怎么办？他又开始打人了啦！他又开始打人哦。X 最强吧 ？X 最强，有这种说法哦。噔噔噔。X 好，我们来试试看 X 嘛。他为什么不让我用 X 啊？X， 我是尝试用 X。这电脑嘛，根本高智商玩家。对啊。X， 我要用 X 哦。X 注意，用不起来。X， 差一颗就 X 了。X 完成，厉害吧？X 真的蛮好的，现在感觉很顺哎，很顺畅。然后呢？三活三，别管规则啊，直接乱下，最好是啊。我们再制造一个 X， 感觉好蛮好玩的 X。嗯，先下四颗好了。等一下我，如果他没有要下好，我就先下这好了。哦呦，他一定，哦呦，他挡我了。现在感觉快赢了哎，你们可以帮我一下吗？八 F， 现在是哪里啊？要下哪里？八 F， 现在要下哪里？我们快赢了，快赢了，大家有感觉到快赢了感觉？应该有吧。H9， 我也觉得是 H9 哎，先进攻好了，然后再进攻一次。接下来是哪里？好，我要进攻，我要进攻，我要进攻，不能，绝对不能不进攻，不进攻他就很机车。我想要下这哎 ，H 这个点19，看一下19没有19啊，9H 欸，大家都说9H 欸，9H 不是有他不是下那吗？22下22在哪？22下19进攻感觉不是比较好吗？19不是这吗？他下啦、啊，
他已经下啦、啊，他已经下在这啦、啊，我们不能下啦、啊。大家有什么误会吗？十七下，这吗？只有葛图最好是啊，其他中路不要再切人家中路了。八一，八一更好，真的假的？G5也不错，我觉得。18这吗？为什么这里啊？好多18哦，我就先下71或81。哦，这个或这个，我想想看哦。81好了，我就用81好了。哎、欸，他下了一个不知道哪边的地方，怎么办？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他在下边就是了。他为什么要下那？他想要制造双活山吧？我觉得。想太久了啦，观棋不语真君子。现在要赢啦！想想看，十六，7F。我也觉得是 7F 哎、欸、9K 也好多人哦、喔、一定要先挡是不是？好，先挡好了，不挡感觉很恐怖啊。哇，他进攻了，死定了。我看哪边有4的，输了。好啦，我自己下好了，我觉得。我觉得真的赢不了哎、欸，太难了啦。
随便下好了。三颗，我先观察他怎么下好了。三颗旁边下一个。哇，他一定是下你的右边欸。用显卡贿赂电脑，很有用吧？要下赢，就是先喂他几张显卡，把他关在里面好了。其实是赢不了，可是我现在已经先下了，还赢不了吗？先下就有机会可以赢吧。啊，我去香港吗？不会，对，因为我这一次没有被他们邀请，再加上我去当兵，所以就没啦。所以大家就好好玩吧。如果要去香港玩的朋友，或者是你原本就是香港的朋友的话，就好好去玩一玩吧。一个 T 耶、欸、这张最新的显卡，放下水啦。先下一定赢，会下的话。好烦啊，不会下啊。18。认真下咯。先来制造一个 X 好了。真的不可能赢 ，Hello Ryan。换我进攻啦！又是这里。嗯，那里？哎，他是要赢了吗？四颗五颗，难怪他是夏娜，哇，就输了。他也没认真，跟也在跟你们聊天啊，对不对？试试看这种菱形战法。阿红加油！差点赢，每次都差点赢，但是就是没有赢啊。他都这样。
哇，他感觉又要进攻，很烦欸。下这，不要，哇，输了。双活四欸，刚刚好猛。阿豪没自信了，从一开始就没自信了，跟电脑打都没自信了。好，五颗了，黄金队形开始进攻啊，进攻咯。三颗，先挡吗？还是先攻？至少先攻好了，然后再挡。我的原则都是先打人，再防守。打人才有优势啊，先打回来才有优势。现在是这吧，活山。他一定觉得我很机车，他居然不理我吗？真是高姿态。先下这。一样先做 X 好了，直播到几点不确定。哦，他把我 X 用断了。 X 哦，换一下 BGM 吗？我看一下，换一个胜利的 BGM 给你们听。这个音乐就是要赢了，应该吧？把BGM 给他配走，不要这样啊！用菱形做无限延伸，好难哦！应该下这吧，要是我就进攻了。哇，他开始进攻了，哇，完蛋了，抓到缝隙再打回去吧。哇，他下这耶，不知道他有喘息的机会啊，各位。可是现在他要喘息了，人类你尽力了哦，好烦哦。下这就完蛋了，得挡一下。四颗，做中空十字，好难哦，你们都在特技哦，特技训练班，空中空十字哦，是四颗这样对不对？好，等一下哦，我现在进攻一下，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进攻，活三，哎，要赢了，要赢了，我觉得这一次绝对有希望。打得他不要不要的，打爆你这家伙，他火山了耶。啊，讨厌的感觉，他火山了。大概下哪？三十。哇，完蛋了，大概是打人了，他打人就是不上八甘休了，他就要打把人锤到死为止。哎，
下这个吧。你会下那，我就下这吧。哎，他赢了，反正他也迟早会赢的。我来做那个菱形无限延伸。刚才有人跟我讲了，菱形无限延伸只差最后一步了，他会挡住我的菱形吗？他没挡住，我们要赢了！无限延伸队，洪师傅不要跟他硬拼，试着切他中路，我直接把他的电源给拔掉。没有无限延伸的感觉，我反而一直被打哎、欸，怎么会这样？三颗，换我了吧？没了，一切机会都没了，要被他打了。四颗，四颗，三颗在这。哦，这边可以挡一下。啊、哦，哪有人这样的？要输了啦！再换一个 BGM， 还有什么 BGM 啊？我看这个啦，要赢了，有没有？凯旋归国啊！满出来！不要硬攻自责猜 CPU， 你们真的很粗，很残忍呢、欸。当围棋在下好了，要输了。我觉得菱形的战法更难呢、欸。这什么、啊？放了会输吧？不要诅咒我、啊。满出来。是英文吗？是啊，是英文吗？我不知道是哪一国语言啦、啊，可是我觉得我听起来像英文啊。哦，进攻，进攻！哟，我建立一个桥梁。这样才会赢。哎、欸，双火山，他、啊、再失误一次他就知道了。我就下双火山。嗯，双火山，太难了啦！猜他显卡眼前就一片。国防部了，我连你们都会看不到啊！换狗哥，狗哥有版权吗？这个开心的可以了吧？开心的感觉。这个 feel 啊！哇，大家挤成一团啊！现在要干嘛？这样好了，换九峰 B 圈会赢，最好是啊。电脑不会失误吧？对啊，就我一直失误啊。哇，这个进攻，
有点猛。我觉得很普通，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我想赢。195步也太猛了吧。怎么乱下红？很认真耶，我每天都有认真。他下那边干嘛？他在乱下吗？他的八号棋是乱下吗？原来电脑也会乱下哦，一个恼羞的电脑。先进攻好了，他可能会先下这吧，来个快攻。对，我现在就是一个快攻的形式，我们看到我的姿态就是快攻的姿态，屁股翘高了，准备起跑了。如果赢了，这些钱就是 MH 的。为什么是 MH 的？他下这是吧？是吧？是吧？那我就下这，怎么样？我进攻啊，跟你讲，下这干嘛？下这，活三，吓死你！哦哦，我是不是差一步我要赢了？啊，蹲马步。好久没看到红哥了 ，Hello。试着做一个交叉的图形。我一直都在试啊。独行之棋。哦天哪，为什么？圣地 AI 先，大家说圣地 AI 先就不会赢啊，那、啊、我现在就是我先拿、啊、一起转在一起就好了，又不是传输游戏啊，下错了，跟你讲这个阴险的家伙我就下着怎么样？大大可以按绿色的箭头哦，绿色箭头，我们等一下来按一次。我这一次打完没有那个没有结果，我按绿色箭头，只能用电脑玩吗？不知道哎、欸，我目前是用电脑玩啊。三，活三，怎么下都是对我有利。他应该是下这吧，对，你看我都知道他在想什么，肚子有蛔虫，那我就先想到后面的日子，我就先下这，嘿，完蛋了，要输了，对不起，下错了，吃亏就是占便宜，要输了，哎呀。按绿色的，好，我就让他们下。按绿色的，他们真的好聪明哦。突然看不出来他们哪边聪明，可是他们好聪明哦。我们看一下他们最多可以下到几颗棋好了。他们是不是在互相作弊啊？自己人。哎、欸，他们最多才33哎、欸。
我最多才33耶。好，现在是玩家先，玩家是黑棋。让电脑下也不会赢耶，我现在都是电脑下的哦，不是我下的。为什么赢了会有奖金比赛吗？不是比赛啊，是他旁边就有写啊。他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五子棋终结者，有个中二。哎，他们都下到30几棋，所以其实我下到30几棋，就代表说我也很优秀了。我这样想。用心眼下才能赢。好，我静下来，我要用心眼下。心眼下，哎，赢了！一个大十字，大风吹。什么？一开始就来一个十字吓吓他？哼，吓吓你！哇，他要吓我了，怎么办？换他了啦，引狼入室欸。欸，他下这边四颗，他是不是什么阴谋？我是不是要输了？还是哦哟，大哥，我们就差最后一步嘞，刚才是不是要赢了？心眼下，学他的白法，他的白法是什么？哎，他下那边。该我了，要赢了吗？我看到一丝曙光在我面前晃。应该吧。他怎么下那？下这好了。三颗。啊！我是不是要赢了？是要赢了！快跟我讲，这是真的，要赢了。快赢了，快赢了，各位，不开玩笑，这一次我们真的胜算很大。你看，全部都兄弟姐妹都到齐了。哎，是不是赢了？是不是赢了？哎，可以睡觉了，各位可以睡觉了。Oh my gosh! Oh my gosh! 赢了呢，各位。哦，赢了啦！第35步我赢了。哎，我会下五子棋了。赢了！好，今天可以睡觉了。我们今天直播就开到这了，好不好？最后结果就是赢了，但是没有92万，因为是我先下。但是哎，至少一个成就，对不对？一个成就达成了，好，我要睡觉了，不要，我就头脑动到这边就好，再动下去就是要烧坏了。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啦，对，然后感谢大家的建议，让我真的今天直播完
是对五子棋有一点点再多一点点的认识了。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看过那个什么书的，那刚才有人说什么那套路都还蛮少的，这我是相信的，但是我会想说就是我玩游戏尽量都不看书啦，这样才有那种自己玩的乐趣啊，所以我还是就这样子错误中学习，对，还是最后还是赢了。好吧，谢谢大家，就是陪伴一个这么无聊的人在星期六的晚上，然后下着这个五子棋，最后还是赢了，对，太棒了，终于可以睡觉了，所以大家就是赶快一起去睡觉啦。那一样是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老规矩，感谢一下我们辛苦的管理员们，对。不知道管理员们有没有自己去下棋过，哎，蛮好玩的，可以自己去玩看啊。好，感谢肉以叶罗以及燕轩，然后别忘了给他们一个爱心，让他们知道那个他们的管理很辛苦这样子。然后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更多这样子的直播的内容，虽然我今天不知道在直播什么了，但是如果是想要看到这种更多图集的直播的话，你可以按一下你的订阅按钮以及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一有新的直播或者是新的影片内容的话，都会第一时间的通知你，要记得按小铃铛才有哦。好，那最后当然就是最重要的你们啦，跟我讲那个战略的你们，好，我真的学习到蛮多的，今天算是有收获啊。好啦，谢谢你们，然后在聊天室留下加一，一起见证这个历史的一刻。对我而言，我的历史，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对我而言蛮重要的历史，因为我终于赢了电脑，所以在聊天室留下加一，让大家知道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对我而言非常困难的事情。好吧，再次的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咯。有新大家有什么小游戏都是可以在粉丝团私讯给我，比较有趣的内容我都会开直播玩的，应该我有空的话，对，那就下次直播再见咯，大家拜拜。